使用 Safari 浏览器，点一下就能进入连结，向右滑就能回上一页。如果你不想进入连结，是想以开新页的方式，可以按住连结不放，然后以新页先开启，那就会开启一个新的网页，不会将原本那个覆盖。现在在更新到 iOS 11之后，如果你想要开启新分页的话，只要用两指点一下连结就可以了。不需要再用按住不放的方式，你现在可以用两指点一下连结就可以了。